他来到台湾，他超级喜欢台湾的垃圾车，垃圾车都会巡回，他一直走，他跟着那个垃圾车，他跟车。我妹妹觉得很值得带回去的东西就是甜心内裤，居然只有台湾有而已哦。对，可是我舍不得就。麻辣中文台28频道，今晚11点 WTO 姐妹会。